所以说他到底是 NPC 还是？哦，这个的同时啦。Hey, honey, need assistance? What the hell's your problem? You trying to kill me? If you want a bitch, blame it on Lady. She's behind the. 车是他开的。Okay, enough with the suspense. What do you need? 改良，改装，毒妖鸟，呵呵，三颗头。我们现在有78000，我记得这一只我们本来是要升什么，后来没升了，是35000嘛，对不对？还是45000啊？不是这个，也不是这个。按住，然后放开。是这一个吧？是不是？啊，不是。哎、欸，是哪一个啊？还是我已经把它学起来了，自己忘记了。啊，算了，随便了啦。我都已经忘记泥路要怎么玩啦。泥路要怎么玩，哥哥？靠北，我按错了。我之前在脸书看到有人玩战神4，玩到一套直接把女武神秒掉，够夸张，真的假的？那已经是练到顶峰了吧？全买要17000，各买一只要17000。这个超好用，好啦，买个5只好了，然后这个也很好用，增强威力。时间静止，私下留着。大胆的想法才买靠背啊！打恶魔是能有什么想法、啊？对雷帝是不是？应该不能说禁止啊，应该说慢动作啊。应该说是慢动作啊。哦，招式要重新记了，我天哪、啊！有两条路哦。我上面的好了。看，嘿嘿嘿。拉不到，拉不起来。
怎么会？哇！你看那其他玩家啊，其他玩家都打出 SS 了。 现在是干嘛？上面那是什么东西啊？尖刺。BGM不错听，对吧 ？BGM 一直都很棒啊。这个蛋丁的 BGM 一直都很棒啊，一直都很不错的。我有，哎呦。 上来了！<咳>哇！我为了这样东西，然后这样子冲上来啊！好吧，不玩了，浪费时间，<笑>就只是为了一个复活的道具，嘿，不会有下次的，我都知道那是复活道具，不会有下次的。哇！放了不该放的东西出来了。 要死了，不会啦，老头你也不得不说，下次还会这么做，因为下次可能会死。
没有啊，我知道那边是复活的道具，我就不会再去拿啦、啊。你懂我意思吗？我要是知道那里是复活道具的话，我就真的再也不会去拿，就再也不会去冒死去跳那个东西了。真心觉得不会了。我就是因为不知道前面那边有什么，所以我才想过去嘛。啊，结果过去的时候居然……真的是，但丁打起来比较爽哦。对啊，但丁打起来的确比较爽，可惜没办法。而且再加上我现在要适应哦，有点难适应啊。没什么好学的，留着。嗯，这游戏的乐趣，那里有什么？刚开始第一周目的时候，新鲜感就是这样子啊。对，补充一下手套才是哦，不是手套啦，手背、手臂啊，讲错了，不是手背，干。这个超好用的。哎、欸，这个我刚刚是不是已经有买过了？直接装就好了。哇，增强威力被我弄掉了。推荐。哦，它会自动装备推荐这样子啊、哦。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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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用帮我装推荐。靠，要不然错了。看到时空神像差不多打完了，对啊，要打完了，被怕红啊！打脸！我要买那个，哎、欸，这个很强哎、欸，这个真的很强哎、欸，装上去之后直接是给你涡轮三阶。是有强到哎、欸，我觉得。说真的，玩这个会用的就那几种啊。我是不是还有一个没有还没有学到？算了。可以。走吧。话说，我感觉这代画质好像要吃1080显卡的效能。嗯，如果你是要高画质的话， 1080是一定要的啦。Sorry, Dante. The Demon King's mine. 魔王是我的。这是什么？哦，那增强伤害真的打超痛的，一波带走。但是前提之下是很危险的，你在那个状态之下，如果被打到，是直接就铁臂就破了，你的那个的铁手啊就会不见。爆了，哈哈哈！轻而易举就爆了。靠，要按错了，我以为这是但丁，嘿，我把铁手弄掉了，他妈的！我觉得我应该要留五分的那个扣分给他啊？为什么扣分呢？哦、啊，因为自己的适应能力很烂，
然后怪游戏一直不断的换角色，让你不知道该怎么玩。嗯，我是不是绕一圈回来了？没有，是 L 1不是 R 1，我刚讲错了。我刚把我自己手臂给毁掉了，免费的手臂。那倒是洛克人，对啊，小哥本人也才640。我觉得该换了啦，换个10的，你会觉得差超级多。哇，被抓到了！女朋友快没了，但丁的锁定是 R1， 尼路的是另一边，有没有？零一样，都一样，都一样。我刚刚会按 L1 的原因是因为但丁有一个招式，好像是需要用到 L1 的样子啊，就是要蓄气啦。我把他误以为是但丁在玩，然后就直接把手背给废了，真是尴尬。我的是一样的呢，我玩的是一样的，可能是因为我是用这个 PSN 摇杆吧。奇怪，为什么还要再来一次啊？怎么会有两个？有点多余哎，你不觉得挺多余的吗？他是怕我的手背装备全部都用完了这样子，然后要我再补充就是了。哦，扩展，越后面扩展越来越贵，15000。补充女朋友用的，后面一大包生小孩吗？没有，那是他身上带着那个红魂，绿色的是带补血的，
干，有手套哎、欸，妈的！突然觉得自己戴出来手套有点像智障一样。这招根本就是暴力吧，这招太扯了，夸张。好，可以把它解回来。放上去之后呢，就会变成这样子，无限使用欸。但是这种状态被打到的话，是直接就断臂了，风险很大、啊，你就要把握自己不会受伤。好，最好是保护自己没事这样子。马上要曝光了，是不是？我相信老头一定，你真是了解我啊，那真是太了解我了。一爆炸嘛，然后咔，马上先吐再说。话说蛋叔跑哪了？哎、欸，我想一下、啊，蛋叔去哪了？哎、欸，对啊，他后来打倒他之后就走掉了啊。不知道欸，应该这一局打完才会有蛋叔的同一时间的那个进程吧。刚刚是 V 先生嘛，然后现在是换尼路嘛，没有意外，待会可能直接是换那个谁的进程，但丁的进程，肯定是撩妹秘密。我们终于到下面了、啊。你看有一个人叫老头啦，取我的名字，我要生气了，乱取人家的名字。这应该是好友吧？你们好友去取我的 PSN 好友，有人取老头是不是？菜市场名侦。马上破，马上破掉了，生气啊！
没但丁不好玩，我觉得泥路也不错玩啊。虽然变化比较少啦，大致上攻击模式都差不多，半斤八两，但是泥路的手套弥补了它的不足，手套的多样性可以让它战斗模式有所改变啦。对吧？我就觉得也不错，还蛮有新鲜感的。但是其实说穿了，玩到后面，讲真的，你会用的手套的能力就只是那几种，你会觉得对你有用的手套，哦，你就会用那几只。像我现在就只会带这几只而已，其他的根本没在用，其他就是随便捡一捡，随便用一用这样子。你像洛克人那个、啊、洛克人炮位没在用啊，对不对？捡到就是随便乱射啊，然后就再给他自爆这样子。女朋友剩一缕，是阿莲帮他叉叉都可以很有用。阿莲是谁？阿莲是谁？你看，像我平常用的就这几种，哦，砖头，啊，时间静止器没了。时间静止器没了，啊，就带两个这个，专爆它。然后这个好像是补血的，然后这个是把敌人卷起来。其实这个也很强，说，嗯，不知道带什么。好，随便，最后一个随便带了。不知道有没有加藤鹰神之手，干嘛抠怪物的逼是不是？有办法吗？怪物的神经组合应该跟我们人类不一样哦，可能这个我们的泥路呢也需要读一下生物学哦，才有办法知道这些恶魔他们的神秘地带到底在哪里这样子。恶心。所以说这时候我来救他了。Gotta pay attention, sweetheart. Spine, 没有力量的躯壳。Hey, we're tougher than we look. But there's only one way to find out.开尻，毒妖鸟，怎么玩？喂，什么？他丢了什么东西给我？这是他逼我把他弄掉。爆了。嗯，他要丢地上那个手套在哪里？Hello， 你的手套啊呢？还没看见啊？你在骗人？没有哎、欸。我刚看到了是不是？
哪里啊？照理来讲，它会显示啊。算了。干，怎么痛？ 我看到了，好多颗，好多颗，终于。妈，你给我这个重复的东西干嘛？OK。 我捡一下下面那一颗。对。 哦，这个只是单纯的，哦，怕我没有装备，所以说让我拿的。我还想说他有什么特殊武器之类的，会错一了。不过这个就很好用了啦，我死了，哈哈哈，不，可以。 是吧？钻喽！全部用完。 喂，消失了！复活吧，我的力量 ！What the？ 不要在那边！想干什么？乖乖的死吧！ 想吃烤鸡？你想吃烤鸡上面的这三头女吗？哇，死去了！You can come out now. <笑>快帮我们准备一年份的食物。 老头，今天和明天有那么多直播。今天这个播完之后，可能就变成固定晚上吧，因为那个想要赶快把这游戏玩完啊。接下来应该是但丁那边的。 This is my last request. 最后的请求. Fine. Dante. 没毛的毒药鸟。啊，果真被我猜中了，但丁。接下来我们开始玩但丁了。 你看，化妆不要化那么厚，对不对？裂掉了哈，不要抹这么高的粉底嘛。你看现在掉妆了。